懒叔叔。铃铃，美美同信信即刻跑去门口开门。是叔叔啊，两个人一起扑上去揽住叔叔。叔叔成日都带好多礼物送俾两个小朋友，美美同信信都好鍾意叔叔。但叔叔有样嘢唔好，就係懒。佢成日坐喺梳化睇书、睇电视、瞓觉，乜都唔做。呢日妈妈忍唔住问叔叔：你到底坐够未？叔叔望一望妈妈，笑笑口咁话：差唔多啦。听日我就要上山下海同睇老虎啦。讲笑你就识，妈妈都冇佢咁好气。第二日，叔叔一个人坐喺梳化上自言自语：哇，好靓啊！喂，咪埋嚟啊！美美同信信听到，就去睇下发生咩事。原来叔叔戴咗副好大嘅黑色眼镜。美美拍拍叔叔问：呢副系咩眼镜嚟噶？叔叔就除低眼镜俾美美试戴。眼镜好黑，美美咩都睇唔到。然后叔叔按咗一个掣，哇，美美入咗海底世界啊！下面有鱼，左边有龟，右边仲有……啊！美美大叫咗声，系好大嘅鲨鱼。我又要睇，我又要睇。喺美美隔篱嘅信信都想试下副眼镜。好，到你戴。叔叔帮信信戴好眼镜，又按咗个掣。哇，是鹿同马骝，仲有天鹅喺度飞。信信睇到嘅是一片树林，耳边仲传嚟好多雀仔声。叔叔救命，有老虎啊！信信突然大嗌。叔叔搭住信信膊头，笑住话：唔使惊，
VR 嚟咋，你不知几安全。VR？ 美美问。VR 即是虚拟现实，即是不是真的，但整到好似真的一样。好似睇电影，啲画面系喺我哋面前，只系我哋戴咗 VR 眼镜，感觉就好似入咗电影入面咁。叔叔解释。点啊？我哋呢个暑假一於一齐入 VR 世界探险啦！叔叔问。顺顺除低眼镜谂咗阵，就话：但我都系中意真实世界多啲。吓？点解啊？叔叔问。我哋不如出去摘香蕉啦，当做啊！顺顺拉住叔叔出门。我又要食香蕉，美美跟住追出去。就系咁，叔叔最爱嘅梳化今日终于都变成空凳了。